手来解释一下这首歌为什么叫都一样。我手，哎，麦克风在那边。啊，他离麦克风有点远。他一直是这样啊，都一样啊。其实他是，我认真来讲说，这首歌就是讲说，因为那个主唱是上班族嘛，所以我们上班有时候每天会觉得每天做的工作都一样，没什么特别的变化，然后又回家就是看 NTV 啊，看 TV 啊，对啊，喝啤酒啊，对对对，打电动啊。什么叫 DV 啊？你是神人？不是，这边是只有我这样过日子的吗？其他还有人跟我一样？应该就是反正就是想说，这个大家就生活可能到了年一个时候的时候，就会可能这个每天的行程大概就是过得很像了，然后总是会有一些梦想，所以就是让大家稍微梦想回想的还是要回归，最后还是会回归这个现实。所以很难过的时候找你们出来玩团。对，所以这个也是反正就是我们的行程。我们下一首叫做《日头与三杯》，那这首歌是客家歌，是吗？下一首是《日头与三杯》，这个就是我们的。你不是说是我们的成名曲吗？对，有成名曲，我们的成名曲，客家界还蛮有名的那个在场有会有听得懂客家话的，请麻烦举一下手。好，一二三四，好，这就是亲友团，没有很多人。唱错也没关系的，客家话没几个，你我也会唱啊，你会唱。很罗汉叫哦，这广东话，这广东话。好，日头与三杯，这首是比较 unplugged 的东西，就比较轻松一点。走的祈祷
也海边，看野花花离开，渐渐寒松快，要向上行路，祝祈祷那顺风，看野日头落山背，早年注意下失道。谢谢日头落山背。解释一下啊，那这个客家话的意思就是说，那个太阳从山的后面落下去，叫日头落山背。然后大概歌词就是讲说，比方你说歌词是讲一个失落青年回想工作的故事。对，不过他后面有成功吗？好啦，有成功。好，谢谢，就是我故事啊。好，那我们下一首。